放长假就是要熬夜，一开工好累没精神。过年那个时间追个剧就是要通宵了，早上起来很难叫，叫起来之后那一整天整个都不对劲，我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，俗称收假症候群，失眠啦、焦虑啦，甚至有忧郁情绪的都来找我们。长假结束作息要怎么调整？固定时间起床，这是第一个。早餐要吃，晒太阳。白天很累怎么办？可以小睡一下下，不要超过45分钟。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